乡亲啊，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曾妙宏詹教授哈，电机博士啊。今仔日来遮看咱乡亲交换知识啦，交换什么知识呢？来啊，下得来！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呐、啊，来啊，听好哈、哦，当正确、真实的资讯，人民必须要对国外的网站才能够获得，我们哈、哦、才知道哈、哦，我们的蔡贾博士、曾骗子蔡英文这个蔡政府哦，都隐瞒实情呐、啊，你看你应该怎么办呢、啊？昨天飞弹从台北天空飞过，这个、蔡英文领导的政府，尤其现在协助助选的台派、独派，你们有协助人民监督政府吗？或已经变成了助纣为虐、南北为奸的角色啊？这是安尼啦，真好，哎。昨天我走在路上呢，发现天空一片阴影过去啊，我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啊，啊，去看日本的网站，日本的迄个防卫省的自卫队的网站，才知道哈、哦，哎、欸，夭壽啊！昨天呢，中共哈、哦、打了几个飞弹的试射哈、哦，有一粒对台北的台北的天空就给你飞过去了。咱台湾人拢唔知啊，啊，万一吼，迄北韩金正恩咧射这个导弹的时候吼，北韩金正恩在打导弹的时候呢，他还只打在日本海呢，他没有打到日本本土呢。起码中国，哎、欸，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是哥俩好一对宝，哎、欸，你们要这样让利也不能这种浪滑。让飞弹从台北的天空飞过去啊！既然我这日本政府，哎，日本呢，日本哈，哎，防卫省自卫队的网站就给你写得很清楚了。咱等下来好好啊看啊，所以讲，咱大家听好好。Headline， 当正确、真实的资讯必须从国外的网站，日本的网站。你不能防卫省的网站获得，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蔡政府隐瞒了实情，你该怎么办？昨天飞弹从台北的天空飞过去，我们看这个蔡英文领导的政府，尤其现在协助助选的台派、独派，你们有协助人民监督政府吗？或已经变成助纣为虐、南北为奸的角色哈？电机博士曾淼宏，咱即马乡亲，咱大家先讲个清楚。所以讲吼，乡亲啊，我先甲咱乡亲啊，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哈。小弟是电机博士啊，小弟做兵做二十几冬呢，做个三军大学电脑中心上高退啊。欸、小弟迄阵吼，1986年吼，研究所毕业，重新分发，从陆军的基层吼考上研究所，然后重新分发到吼国防部的 DMC 国防管理中心吼。啊，国防管理中心呢，我们那使用吼 IBM 的 mainframe 3090，那时候哈在做有关哈地级以及哈物料。料号等美金料号的等等的管理，然后我在里面呢干了差不多3年，我就调到了国防部联武计划次长室，联武第四处兵力规划，管什么？管国军降级职务官阶配当基准，管什么？管全国总兵力陆海空三军的配比啊！哎，我那时候哈、哦、管的时候呢，全国总兵力。513937人，因为我一直在强调做事情要专业，态度要严肃，尤其面对你的工作了啊。所以讲吼，未啊，我哈、哦、整个计划次长是连武第四次兵力规划处，我干了差不多5年，然后调去哈、哦、
调去呢三军大学的模式模拟中心呐、啊，然后在那边升了哈、哦、资讯组组长哈、哦，最后也就是哈、哦、三军大学的电脑中心主任呐、啊，哈、哦、的主任呐、啊，啊我哈、哦、我这个技术背景，再加上哈、哦、我读了电机博士以及上校的行政历练，所以说我对军中的事情很清楚，所以说对对哈、哦，这个昨天哈、哦，中共打飞弹，竟然有一颗哦从台北的天空飞过去啊、哦，我就感觉哈、哦、非常的不可思议啊啊，怎么不可思议？哈、哦，来咱即马好好啊看这张图哈、哦，日本。防卫省的自卫队哈，一公布，哈，到底哈，下午2:56呢，飞弹从哪里飞过去？飞了350公里。第二颗下午2:56呢，哦，飞了700公里。第三颗、第四颗、第五颗、第六颗、第七颗，然后呢，他把这一二，他有公布出来的。1,2,3,4,5,6,7,8,9 的飞弹，它的运动，这个飞弹的飞行的方向，好，来看这张图哈。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咱第一，咱个看哈，飞弹第一颗是打在东北角，第二颗是它打在西南角，第三颗是打在西南台湾的西南角，哦，挖格雄这边，第四粒。是打在东北角，第五粒夭壽啊，就是这第五粒哦，从东南沿海打出了飞第五粒，飞越了台第五粒到第九粒哦，第五粒尤其是第五粒哦，飞越了台北的天空，夭壽啊！哎，这个代志啊，啊，它怎么会飞弹飞越我们台北的天空呢？我们的政府隐瞒实情，不让我们人民知道，那我就很怀疑的啦。我们过去，哎，这个飞弹飞过你的台北街头的头上，飞过西门町的头上，那我们有没有启动爱国者二号，启动爱国者三号？哎，爱二爱三，甚至于啊，天宫、雄风宫，咱的飞弹我用我用，即马给全世界那知影这条消息。和全世界知影讲，夭壽啊！啊，中台湾，啊，恁的爱二爱三是不是挪过啊？是不是坏掉啊？哎，这个东西对我哈，身为军人呐，你阿达妈顶管用飞弹飞过哈，夭壽，这全世界拢在看嘞，全世界拢在注意嘞。所以讲哈，我的好朋友 Dennis 彭博士，他就在赖群组这样写道：这个政府。第二题有罪，我们的千亿国防预算，哎，难道是塑胶做的吗？整个反飞弹的系统，爱国者二号、爱国者三号，应该我们呢，应该用哈社会秩序维护法，把日本防卫省法办，哦，因为想想，因为哈日本防卫省哈这个制造谣言。是真是假？嘿，日本防卫省没得搞得好笑的哈，或是蔡阿阿这个国防部部长涉及了外患罪啊，刑法第二章第114条，受政府之委任处理对于外国政府之事务违背他的被委任哈，自身损害于中华民国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哎。乡亲啊，我们委托国安部长，委托蔡英文政府保卫我们的生命安全，但是呢，好咧加载哦，张飞弹哦，对咱的阿达妈顶管飞过，对台北市呢，哎，中华民国的首都呢，台北市安尼都飞过，还是多好哈，伊还佫加减有一段准度呢，啊，无那种叫落落以后，嘛要死几个。台湾的首都呢，被蔡英文这个吼假博士吼敢骗呢？我们都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不知知呢。咱有一日行伫路顶吼，啊无中敌吼，叫枪支安尼哦，叫飞弹对顶管拢喊落去，也好笑啊！你看面啦，
啊，所以说哈 ，Dennis 彭文正博士，他针对这件事情哈，我认为哈，真正有够黑了。蔡政府哈，对咱中华民国哈，对咱中华民国哦，屁，隐情啦，对咱台湾人民，甲咱阴温骂，温骂咱唔知影咧，我真正我唔知影咧。我是尾仔去看到赖清楚来底，才知影有这个代志啊！啊，这个事情的真相，竟然要日本的防卫省吼，甲咱通知咱才知影。伊写伫网站顶网，唔是甲咱通知，写伫网站顶网吼，吼、哦、这代志大条啊呢！以我吼电机博士，以我中华民国上校的角度，我爱国者爱好，爱国者二号，爱国者三号呢？所以讲吼，拢甲咱问话啦。不一定蔡英文造就和习近平，和习近平在八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你看嘛，免紧张啦，哦，他们这些大佬哈，讲啊免紧张啦，我飞弹都已经打到台北的天空了啦，夭寿啊！蔡英文造就和习近平，让他在北戴河。好亏哈！连续佩洛西哈来台湾哈，即卖因中共哈，习近平根本没办法去胡锡进的《环球时报》这个胡锡进哦，哦，甲讲哦，甲呛声，呛啊讲哦，呛啊未输伊中国偌大啊！哦啊，其实嘞，这个连续佩洛西一个来台湾以后哈，夭寿啊！即卖中国十几亿个人口哦，全部掠光啊！说吼，啊，唔是讲足够，啊，习近平唔是讲你讲足够。如果南希佩洛西吼，飞机呢飞入来吼，飞入来台湾吼，你们吼将要半灰，甚至于不爽就把它打下来，啊，结果咧，哦，啊，甚至于吼，飞越台北的天空啊，歼二零战机啊，歼十啊，歼七啊，要飞越台北，啊，结果咧，夭寿啊，规章呵呵。Nancy Pelosi 来家，佮佮你吐两个呀，尿一下就走。即马习近平吼，伫内部吼，无多人摆平嘛。伊嚣摆，伊嚣摆吼，臭蛋嘛。啊，结果咧 ，Nancy Pelosi 规章好好去韩国、去日本。啊，所以讲吼，习近平无可能吼，伫北戴河吼，人家北戴河是纯粹吼中共的大佬干政。开检讨会呢，啊！这习近平就无当过关嘛，啊，无当过关免啦。啊，蔡英文伊就甲蔡英文讲，不要紧，我们试射的飞弹飞越台北天空，啊，和人家北戴河家的大佬讲讲哦，
这样不错不错，实际上我们的飞弹都可以已经飞越台北天空了，这样好这样好。哎，不一定是哈，因为这个贾博士蔡英文哦，伊的本质是哈，就泰戈生的，因家吼自细汉，因家吼那是用骗的，家庭教育就是用骗的哦。啊，所以讲哦 ，Dennis 彭正鹏博士，他就哈。跟我这边的 line 他就讲到了说哈 ，Dennis 彭文正彭博士，伊就甲我讲，这个政府有罪，哦，但赖群主他就跟我意见说，这个政府有罪，我们的千亿国防预算，反飞弹系统，难道是塑胶做的吗？真正啊，咱台湾哈，为了保护咱台湾，甚至首都台北。我们有架有了爱国者二号呢，爱国者三号呢，甚至于天宫、雄风哒哒哒，规长的呢，规大堆的飞弹呢，结果呢，连侦测都侦测不到，侦测不到什么？侦测不到中共的飞弹打过来了，在咱台北的天空上面呢，要求啊，那这个情形哦，就好像哈、哦、以色列的飞行员架着。F-35 的逆中式隐形式战机进入叙利亚天空，给它绕轨万波，消灭了所有 S-300、S-400 的飞弹系统。那个叙利亚完全都不知情，啊，以色列呢？咱台湾的天空现在是让中共的飞弹来去自如，甚至哈、哦，所以讲哈、哦，今嘛蔡英文哈、哦，中华民国。跟习近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吼，因到底眉来眼去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讲彭正一说讲诶，应该我们哦，对于哈这个政府有罪，我们千亿的国防预算哦，我们应该用社会秩序的维护法，把日本哈，把日本防卫省法办哦，因为哦，日本防卫省哦，它播放了谣言哦。啊，熟悉嘞！日本防卫省，你刚好在聊一下班，所以讲哈、哦，或是蔡阿阿这个假博士真骗子蔡阿，以及国防部长，他们涉及了外患罪，刑法第二章第114条，受政府之委任，处理对于外国政府的事务违背他的委任，自身损害于中华民国。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蔡英文这个假博士以及国防部长受咱台湾人民的委托，保护咱台湾这个土地，他竟然哈、哦、让他的爱国者二号、爱国者三号，竟然让中共的飞弹这样来去自如，安弄入咱。弄飞过咱台北、首台湾、首都的人民的头壳顶，啊，这若伫日本吼，这是吼飞弹飞过东京，即声就大条啊！我讲你听，无含你一个输赢，当场就甲你拍落来，无打紧吼，只有先战呢。所以讲，即马蔡英文这个吼，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伊吼到底吼让利。给习近平，中国的习近平让到什么程度？咱当然不知道呢。所以讲吼，哎呀，蔡政府对咱台湾人民的隐匿之信，必须要吼日本的防卫省的网站才告诉我们，飞弹，敌人的飞弹都飞到我们的脑袋上面了。You
的英文，伊安尼吼，甲咱引话啊，所以讲吼，咱即马就爱来好好啊吼检讨一下。台湾人蛮空空呢，贾博士蔡英文也出生，从出生到现在都在骗呢，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她一生都在骗呢。我现在开始讲，一生都在骗，因为因老母开卡槽经啊，他们本来就是天天期待火山孝子，吼、哦，所以讲他在没有出社会以前，被他的妈妈教育，他的家庭教育叫他要骗才有钱捞。然后呢，一出社会，他就从英国那边拿了一张贾博士的证书，哎，给人骗，骗到高级嘛，动词加 ing， 一个人骗，啊，所以讲吼，伊到底给人骗偌济，咱真正会恐怖，会惊呢，夭寿啊！所以讲，以我的出生啦，哎，我较早吼，阮老爸协进国校老师，阮老母高雄国校台南市高雄国校老师。啊！我伫协进国校读到五年的后学期，啊，佮转学去阮妈妈，因为阮住伫高雄国校宿舍，西华街就是中华江南路中华日报边啊迄栋的日本宿舍，啊，即马已经改建成哦公教大楼了，中华日报边啊即个公教西华堂，吼、哦、家，啊，以我的家庭教育。我的父母亲是不容许我说谎，任何一句说谎哈，我们是没办法混的了。所以说哈，我老爸哈，那测掉哈，魔党都要起来呀。好，啊，你就知影这看哈，我刀哈，老实，我这任何代志，我们可以光荣的输，但不能像蔡英文肮脏的赢啊。蔡英文的家庭教育，我宁可肮脏的赢，也不可以光荣的输了。这咱的民族性完全伫蔡英文的身躯顶拢无共咧。所以讲，即马，即马台独，即马吼，陈时中可能是大佬啊。伊伫网络顶管，我看他们在号召吼，支援陈时中吼竞选台北市长。我看夭寿啊！教授协会，台湾教授协会，台北北社，客社，甚至台独联盟，我讲啊，夭寿啊！台湾人吼，政府的堕落源自于人民的协助了，人民当帮凶了。国民党时代我们会去细数吼国民党的帮凶了，啊，即嘛咧，民主进步党。台北北社教授协会、台独联盟，全部拢是吼民进党的帮凶，因为咱即马台湾的人民生活就困苦呢。迄真正你去西门町看，迄规个店拢关一半，关唔是讲关一半，关真济呢，大家拢无法度通过呢。但是因家吼蔡英文这个贾博士所带的民主进步党吼，贪污腐败吼，甚至。12亿，新竹棒球场迄12亿，迄瓜文德吼，讲迄一亿两千万，人开8000万，1亿2000万吼，就起啊水啊，啊人开12亿，啊太高乱了，夭寿，只是一，所以讲吼，哎呀，台湾人，所以讲我即马看到，我请各位去参加杨东杰遗书的告别式，我在那个现场。我看到了台独联盟的主席陈崇光蓝天，我感觉我现在的词啊，因一定哦，徛台湾国的陈进来，因一定徛底下了，我吼要过去跟他们打招呼，那个磁场气场完全不合，甚至吼蓝天哦徛伫边啊吼，我特别想伊这前辈嘛，前代嘛，较早对国民党的斗争来滴吼，也是吼。也是蛮有地位的，所以我一个阿秋，他拒绝跟我握手，他笑嘻嘻的两次拒绝跟我握手，啊，我就知道我跟这些人磁场气场都不合了，因为蓝天对我心目中来讲哦，较早伫国民党时代哈，名声显赫，我可以过去跟他哈 say 个 hello， 但是他两次拒绝我，不跟我爱喊我阿秋，我就知影讲
啊，甚至哦，也免讲其他家啦，我了根本的磁场气场不合了，所以讲哦，这是咱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啦。即马轮到哈、哦，民进党伊用国民党的嘴脸对付咱台湾人，啊，咱台湾人哦，什么白色啦、褐色，我看规拢跳跳，恁爸无配嘴烂，这拢跳跳的啦。协助新的国民党就是民主进步。企业咱台湾人民啦，这个是我佩服侬的所在啦，吼、哦！来，咱阁继续看落去吼。哦，所以讲吼、哦，来，即马赖清德内底有人来啃这张资讯者，我看一下错一个。伊讲吼，黄安的脸书上面写着：蔡英文听着，连西佩洛西如果敢去台湾，我他妈的就嫁给你，我很硬的啦，立场啦，欸夭壽啊！啊，即卖 Nancy Pelosi 真正规场好好，来去自如哦。啊，即卖右边这张相片吼，阿皮伯啊，祝你们百年好合哦。即、这个黄安跟蔡英文哦，永结同心，百年好合啊。所以讲吼、哦，所以讲即卖咱台湾吼、哦，民主进步党是变作一个泰戈党，跟咱顶世纪所想。一动完全无同啊！啊，所以讲，我去看到这张漫画，顶往下哈，一个政治家说哈，我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是美国的漫画，一下 ，I'm a politician and an honest man 呢。啊，边啊这个吉鲁伊就讲哈，我是妓女，我也是个处女 ，I'm a prostitute and a virgin。这个的哈。一个政治家，像蔡英文这种政治家，他们哈、哦，政治家如果是老实的话，啊，跟他林北做记录，林北是出路，安尼赶快，这叫做天方夜谭啦。啊，咱台湾人哈、哦，有够悲哀啦。顶世纪和国民党安尼凌敌，这世纪和民主进步党，这阵台干安尼凌敌啦，哦，夭壽啊！啊，周围的拍手。就是台独联盟、哦、教授协会、哦、台北北社、客社，什么台湾国，这种哦泰戈尔的哦 ，OK 来啊，所以讲吼、哦，咱过来看这张、哦、阿德的漫画、哦、你看麦苏贞昌哦，即马中共的飞弹从台北的天空飞过去，啊，这个苏贞昌少将伊唔是亚少将要攻中国共产党啊，藏起来。哦，啊，辣台妹呢？这个辣台两个字也藏起来。哎，今嘛蔡英文领导的中华民国，跟习近平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眉来眼去到哈、哦。哎，夭壽啊！所以讲哈、哦，这大计新唐人亚太台哈、哦，就下下讲哈。哎，人喺美国、日本，大家拢看足清楚的。所以讲吼，即马 Nancy Pelosi 去到日本吼，将日本因拢会很观察、仔细的观察咱台湾目前，即中华民国是伫咧变啥物空了。所以讲吼，岸田文雄与 Pelosi 会面，谴责中共发射飞弹冲击国安呐。我甲你讲啦，中华民国，是安那美国无爱卖咱 F-35。逆中是最高级的战机，因为恁中华民国，蔡英文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同一队的呢，是眉来眼去的呢。恁爸若卖你十只，你若甲我开两只过后，就去中国，恁爸免衰潲，这是美国人的态度。所以讲，现在咱台湾中华民国无法度来买到上届 top 武器装备拢有安尼咩啦，所以讲吼、哦，来，咱即马吼，我有讲，中国含乌克俄国的武器吼、哦，这是吼、哦、真正是行啊外啦，迄是用20世纪20世纪初期的义和团的观念，你看21世纪的中国，21世纪的美国。要抢啊！还早嘞，咱来看左边这条说明：美军的三大主力军舰——雷根号、梅利坚号、蒂利波里号，这航空母舰。啊，你来看共军两大冒烟军舰：辽宁号、
哦，啊，一路吼，哎、欸，我来了，那底下庆元山东馒头哈，啊，这个，哎、欸，航空母舰它是一个战斗群，它没有战斗力，旁边的驱逐舰啊，上面有的没的，天空的、地下里面的核子潜舰呐，才是它真实的战力。航空母舰只不过是一个平台，但是中国共产党这顶吼、哦，中国义和团，他们。根本是战争的文盲，哎，航空母舰还一路冒烟，告诉全天下的人：“我来了，我来了。”我来讲嘛，第二次世界，全世界有怕过航空母舰战争的，是日本和美国。啊，日本哈、哦，真正哈、哦，哎，这哈、哦、随时任何那时候哈、哦、的那个神风，那个日本的飞行机哈、哦、出嚟哈、哦，哎。临战临时战斗机处理，哎、欸，跨掉美国的飞机哈、哦，就电报就赶快回去，群轰定死大水流呢。我啦，像美国中国这个辽宁号、山东馒头号一路哈、哦、在海上走，一路告诉人家我在这里，我到这里庆恩，黑人哈、哦、看到哈、哦、群轰定死大水流，啊，不是要群轰定死大水流，飞行机都没出来。飞弹从美国本土就遥控，就直接弄，这个经纬度爆出来就是直接打下去了。哦啊、所以说、哦、现在中国的武力啊，国防武力哈、哦，跟美国是完全不可在同一个水平上，这是破树般的怕幼点的。啊，起码中国哈、哦，中华民国的蔡英文，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习近平，他们是同一队的，他们的目标，哎，习近平让他能够统治中国这块土地。蔡英文，中华民国，让他能够统治咱台湾这个土地，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他们这些人哦，是当官的，我们千想万想，没想到这顶台杆，我们上世纪哈、哦，第二天挺到尾啊呢，挺到的这顶台杆呐。啊，台奸的外围分子在那边哈、哦，哎，外围的哈、哦、的保镖啦，上面还叫做哈、哦。台湾教授协会、北社、客社，吼、哦、啊，啥物有诶无诶，配脆弱啦！来，维持现状，符合了美国、中国、台湾贪官污吏们的共同利益啊！中华民国人哦，普遍没有 LP 啊，同心合力，急迫动口改变现状即使哈、哦，美国总统。日本的首相亲临中华民国台湾，台湾人永远还是被剥削出卖的台湾的了。所以讲，现在咱台湾在哈两党轮流执政的情形之下，咱台湾人吼不改吼被拎低一本职呢。看我比爱了，咱台湾人吼在上世纪和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吼拎低，这世纪和。中华民国的台干的民主进步党，而这个贾博士蔡英文领地呢，这是熟悉的本质呢。好、哦，来 ，OK， 来，所以讲哦，蓝、绿、白、红，乌鸦满天飞了。要选，只能选哈、哦、被媒体封锁的哈、哦、人权律师，台北市长人权律师童文心呐、啊，与你同心呐、啊。现在台湾的政坛是需要上界需要诚实正直才有同心之众的。我要的不多了，我只要、哦、台湾的政坛能够诚实正直才有同心之众，甚至才有完之众的诚实正直。我若不在这看了，才有李丹妮之众的诚实正直。现在咱台湾、哦、台湾最美丽的就是人。
现在台湾最丑陋的就是人，只因为蔡英文上来执政啊，一大堆违事的小弟大哥，还有一些罗马滚，叫做台湾教授协会，叫做台，叫做哈台湾国，叫做哈上面客社，上面叫做北社，屁事乱啦。好，这个是我今仔日看咱乡亲，要看咱乡亲讲个清楚，哈。Headline 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呐、啊，当正确而真实的资讯必须透过日本国外的网站获得，才知道我们的蔡英文这个查拉波斯哦，贾博士都隐瞒了实情，咱台北市的人民却灰弹凌空，我们还不知道。蔡英文又把你骗，你该怎么办？昨天飞弹从台北的天空飞过，我们看这个蔡英，我们从这里看蔡英文这个假博士领导的政府还在骗我们呐、啊，尤其现在还在协助台北市陈时中这个大骗子下面派出来的人来协助他选举的台派独派。你们有协助人民监督政府吗？现在你们已经变成了助纣为虐、狼狈为奸的角色。呵 ，OK， 这个是我曾淼红曾教授电击播出，看咱雄心搞啊地球的。OK，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健康的脚步渐渐逼近，咱就要有信心。为什么甘愿无缘分？阮是做台湾魂，建国的脚步渐渐逼近，咱就要有信心。为什么甘愿无缘分？阮是做台湾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爱故乡美丽岛，到底有啥咪做？返来故乡面对黑老，牺牲嘛有甲无？台湾的青年唔通行坐落，一波过一波。永不回头，冲破乌巴罗。建国的路途坎坷嘛爱行，先烈的牺牲不断。勇敢的台湾人，勇敢的台湾人，独立的做主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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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台湾青年，台湾军，到了关键的时阵，保护台湾，保护乡土，建立台湾国。台湾青年，台湾军，到了关键的时阵。台湾保护乡土，建立台湾国，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咱是海洋的故乡。先红是热情单纯泼在台湾人的心肝。台湾人同心肝，同款有命，叫做子孙，撇撇子孙，代代永远第四段。水力是报答美丽山河，落土大浪的话，风来美，鸟兰花，仰头看吧。阮多开阔，阮多开阔，
到底头天的忧伤。顺地是自由民主公民，武汉的地平线，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咱是海洋的国家。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咱是海洋的国。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中国地天之公，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中国地天之公。